20日，蔡依林在台湾高雄开唱演唱会期间，蔡依林换了几套衣服，把她傲人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其中一套深 V 流苏造型更是开到肚脐眼，网友大呼直接喷鼻血了。她还身穿紫色深 V 连衣裙，令好身材一览无遗。头戴银色贝雷帽，显得她十分俏皮可爱。精致的妆容搭配自信的气场，尽显女性魅力。今年蔡依林刚到40岁，所以在演唱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她特意分享了自己40岁的感悟。她说40岁是一个很棒的年龄，如果你还没到40岁，我会告诉你40岁的感觉真的很好。早期的努力和后期的回馈，蔡依林能在40岁的时候过上如此美好的生活，这完全是由于她早期的自律和投资。粉丝和网友们纷纷表示姐姐好飒，还有网友表示年龄焦虑都是外界给的，女性就应该自信，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有她独有的美。喜欢就订阅呗。